年前，我们才刚踏入北一，各式各样的社团琳琅满目。就在我们不知所措的时候，有群迷人的身影使我们驻足。男的有性感生命，女的娇艳美丽，原来是北一国高社。当时学长姐的热情邀约，使我们抱着期待上网加入这个华丽又温馨的大家庭。虽然刚开始没什么经验，舞步也很生疏，但学长姐们总带着亲切的笑容，一步一步很有耐心地指导我们，让我们享受跳舞，享受每一堂欢乐的社课，直到我们可以闪亮亮地站上舞台。时间来到大二，刚升上干部的我们，在历届学长姐指导之下，学习如何带领社团。我们也对任何与国标社有关的事物保持着热忱。九九级干部组成了合作无间的超强团队。生活中不断突破，yeah
大一新生，大二干部，大三老人，到现在大四即将要毕业的我们，不知不觉的已经携手走过了那么多旅程，曾经稚嫩，曾经懵懂，如今无论在 5G 还是各自的专业领域，都有了长足的进步。回想这些日子是怎么样的际遇，在茫茫人海中让我们十人聚在一起，擦出火花，创造属于我们的时代。卸下干部职位前，我们办了华丽年代三校联合舞展，而在毕业前夕，我们又齐聚一堂，一起梦回华丽年代。或许对大多数的你们只是一碗国标飨宴，但对我们来说却是一辈子最珍贵的国标回忆。在这里谢谢台上台下幕前幕后的所有人，以及最重要的陈冠中老师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丰富了我们的大学生活。Lots of little dogs, bikini tops and cut-offs. Baby, let's dance again.